giving me wind and rain. You'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. Baby, you get me feel lighter. You whip up my appetite. Don't leave me here.大家好，我是竹蜻蜓大叔，今天又出来玩啦。大叔刚考到大型重机驾照，还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，也还没买车，所以就在台中西屯某大型重机的出租店租了一台 KTM 390 Duke， 承租时间为24小时350公里的方案。到了出租店填写资料和保险后，接着检查车辆外观和里程数，行前检查全部确认后就可以牵车出发了。取车时间为早上11点，所以隔天早上11点还车，大叔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体验 KTM 390 Duke 的性能和操控。在影片最后，大叔也会分享使用心得，但大叔不是专业人士，所以仅会以一个消费者骑士的体验来分享。当跨上大型重机并骑行在实际道路上的第一个感受就是，我终于可以骑在快车道内侧啦，而且不用带转，可以直接左转。这种无限制的骑乘感受是白牌机车无法体会的。当骑上台61西滨快速公路的时候，那心里雀跃的心情不禁的兴奋起来。原来在西滨快速公路骑乘大型重机是这种感觉，在封闭和单一方向前进的道路里是这样的安全，不用全程全神贯注地注意其他方向的车辆突然窜出，也不用闪避停在路边的违规车辆。这或许就是各位交通 YouTuber 前辈所谈的安全和路权。大叔在这里也建议交通部官员能实际骑着白牌机车或大型重机上路，在各个时段和路段分别体验实际道路状况，再来谈交通现状改善，不然只是凭空想象是无法对症下药的。路过云林口湖时，都会下匝道到金湖龙台宫后方的厕所小姐休息，并顺便品尝阿嬷的金湖古早味虱目鱼羹。吃饱休息后继续出发。大叔其实很少去口湖休息站停留，因为假日人潮和车潮众多，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在这里停留休息。大叔简单表列 KTM 390 Duke 的规格，号称弯道火箭的390 Duke， 轻量化设计具有优越的操控性和极高的骑乘乐趣。无论你是在城市道路或弯曲的山道，390 Duke 保证能提供做梦也想不到的乐趣。现在总代理安东贸易推出 KTM 390 Duke 的优惠方案，有兴趣的车友可以趁优惠期间入手。KTM 390 Duke 是一部性能优异的黄牌车，它虽然没有红牌的低沉声浪，但轻巧的重量和优越的操控，让车主能够很轻易的超车和悠游在山道中。但一部好车除了有优点，也一定会有缺点。大叔来聊聊24小时的体验时间里，觉得可以更优化的地方。个人觉得很不能适应的地方，就是引擎的热风会直接往骑士的大腿吹，而且风扇作动时噪音很大，启动次数也很频繁。风扇是用来对引擎散热的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噪音过大也 OK。但是热风一直往大腿方向排热，这点真的很不能适应。冬天还好，但夏天在停等红灯时，就会希望赶快变成绿灯。
另外 KTM 390 Duke 的车头灯真的要称赞一下，交车后可以省下一笔加装雾灯的费用。在夜晚的西滨快速道路可以照亮前方的范围很广，不会因为在全暗的环境骑行而产生畏惧。对了，说到灯具， KTM 390 Duke 是没有双闪黄警示灯的功能，有需要的车主或许可以在购车时询问原厂或是事后改装。大叔隔天还车前特地跑了一小段的139线道，虽然整段限速40公里，但仍能体验 KTM 390 Duke 在山道中漫游的感觉。轻量化设计和优越的操控性带来极高的骑乘乐趣。当时大叔也有考虑过这台车，但是考虑到有载人的需求，因后座坐垫偏小，所以就忍痛将它从口袋名单中删除。若各位车友对 KTM 390 Duke 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总代理安东贸易各展示据点赏车和试乘，绝对一试乘主顾哦。感谢大家收看大叔一日试乘 KTM 390 Duke 的影片，分享大叔对这台车的一些不专业体验心得。390 Duke 的车友或是 KTM 车友也可以分享您的骑乘心得。若你喜欢影片内容，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再麻烦订阅频道、按赞加分享，感谢咯。